はサトシです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好，今天呢是我们的 coser 交气球第一集，噔噔噔噔。不过如果效果不好的话，那第一集也可能是最后一集。好，那今天呢要来教大家什么样的气球呢？好，在教气球之前呢，马上掉。好，来教气球之前呢，我们拍这个影片的用意呢，主要就是为了大家跟给我的学生们，好，最近他们影片上学习跟所谓的气球的同好朋友们，然后我还借由这个影片来分享。那如果效果不错的话，那我会在后续再推出第二集、第三集、第四集。OK， anyway， OK， 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教什么呢？好，今天呢，主要在我们的不管是婚宴场任何的活动之中，现在什么最红？宝可梦最红，没错 ，Pokemon Go。好，这个最红，它最红呢？我们最近相信很多同好朋友们应该皮卡丘做到手软，没错吧 ？OK， 那除了皮卡丘之外呢，还有其他什么样更红的系列人物 ？OK， 那最主要最难孵、最难孵、最难养成的是哪几只呢？其中一只就是，讲讲讲讲，好，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卡比兽。卡比兽，卡比兽，好，卡比兽，好。那今天呢，就来做一只卡比兽。卡比兽呢，它这个脸型呢，就是我稍微想了一下怎么做，因为它的脸型稍微有点特别一点，跟我一般在做的时候，用的一些技法稍微有点不一样，所以我稍微想了一下，让它有一点幅度。OK， 那我们如何就可以用比较一些简单的方式去做出它的形状来 ？OK。那卡比兽呢，它除了站着之外呢，它还有其他种动作姿势。OK， 那如果效果好的话呢，我们下一集就会推出它另外一种动作模式，会更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卡比兽它除了大部分不是站着，是躺着，是睡着的，是打瞌睡的。OK， 其他的方式它的动作诠释的会更像。那主要这个技法呢，就是比较初级的技法，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。OK， 创作永远是最困难的。 OK， 好，那今天呢会用到什么样的气球呢？今天呢我们用到的就是皮卡的一条350肤色，跟260的深蓝色。 OK， 好，首先呢我们的350，不然大概其实不用太多啦，大概四下左右就好了。 OK，这条呢，这一条呢稍微就比较重要一点点。OK， 这一条呢，我们大概就是换大概约大概四下左右。OK， 四下，那四下大概多长呢？我们通常一下的话大概是10到12公分左右，那大概四下的话呢就是36公分到48公分之间左右。OK， 那总而言之呢，就是大概在48公分左右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很简单。接下来首先呢，我们先拿黑色的气球。OK， 先呢，先转一个大概两指足左右的大小，做第一个结套。接下来呢，再转相同一样的大小 ，OK， 相同大小的结泡，把它转起来。OK， 好。接下来呢，转一下，大概，大概一个手掌左右的大小哈，男生。的话大概是一个手掌，男生的话大概是4根到5根手指头左右，女生的话呢大概就是一个手掌左右的大小。OK， 女生的手比较小。接下来呢，转好这样子之后，接下来，请把它从我们第三个节拍这边，加入我们的
260-3277-9。转好之后呢，接下来请把它烙下来。烙下来之后再烙上去。先做它的头，对，它的头呢，基本上呢，大概是，这边是两指幅的话，一个手掌，这边的话大概就是三根手指头左右的大小，不要太大 ，OK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太大的话呢，它我们的这个幅度，它熊耳做这个熊耳结这个的幅度，不会出来，所以它的脸就不会有一个像爱心形的形状 ，OK。做熊耳结。好，做完熊耳结之后呢，我们肤色气球就跟以前一样。绑起来，绑起来之后呢，就把剩余的长条那一端再藏进去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一样，我们稍微，也是一样，大概是在于三指幅左右，折一个熊耳结。熊耳结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稍微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，OK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大概先转一个结套，再转一个小的结套，再转一个中小的结套。这边绕一圈，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把它的两边的熊耳结，把它结套做的熊耳结。那这个比例呢，大概多大呢？其实大概在于，这两个是相对的 ，OK， 这两个是相对的，所以这两个，如果是两指幅的话，这个大概其实这应该不到两指幅，大概1.5指。那这个呢，其实就大概一根手指头。这个大小，那这个其实这三个是一样的 ，OK， 这两个是一样的，一样，转出它的熊耳结，熊耳结就是要做卡比兽的耳朵。
右上一点或许一下。然后稍微塞进去一下，然后他的脸自然就有一个凹弧形。对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样先把它往下做。现在正面的结构是长这样子，背面的结构长这个样子 ，OK， 好。那接下来剩下最后的一步就是他的手的部分，把它做起来就可以了。这样稍微压进去，把气球压进去之后呢？画脸之外呢，其他的就是把它塞到两旁。OK，